官司就未，因為要等個官判，仲未判，未宣判，咁所以即係大致上嘢都唔講得住。咁唯一就係、是、我都話啦，多謝對方還咗清白先啦，因為佢喺庭上邊已經承認咗我唔係一個騙徒，咁希望我知清白咗，因為咁耐以嚟都係講呢樣嘢啫嘛，係咪先？咁工作上其實都有，又係未講得住，即係大家有眼見啦，即係咁多年嚟，即係由我啊一晚三套劇都有我份，到冇齊係做，咁大家都有眼睇啦。呢個世間不嬲都係咁樣噶啦，即係。咩嘴面都有，你見曬未嘅啫。咁但係我覺得亦都唔好諗呢樣嘢，亦都好多朋友喺身邊支持。咁我哋諗下呢樣嘢啦。因為其實我又覺得喺我心目中，即係由細到大我都諗，一路以來都咁諗嘅。呢個世界冇壞人嘅，得黑天使同白天使。白天使就好正面鼓勵你，黑天使就用唔同嘅方法去激勵你咁解嘅啫。即係我覺得我都多謝身邊所有嘅黑天使、白天使。打開香港01 App， 即刻按下面01 TV 粒掣，再按上面娛樂街，所有娛樂話題湧曬出嚟啊！最熱最爆，八盡娛樂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